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感谢安拉赞颂安拉众世界的话语主我们祈求安拉的相助我们祈求安拉的饶恕 我们向安拉忏悔，安拉引导的人，没有任何人能使其迷误。安拉使其迷误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引导他。我们祈求安拉的保护，保护我们，避免我们伤害来自于我们自身方面对我们自己行为的伤害。我们祈求安拉保护，保护我们。 免遭来自于我们心灵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我作证，除过安拉外，再没有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我有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是安拉的使者。祈求安拉赐福我们的圣人、人类的领袖、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 他的后裔，众圣门弟子，以及跟随穆圣的圣行、行走伊斯兰正道的所有的穆斯林。尊敬的各位穆斯林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是：艾尔伊赫莱斯瓦哈米亚图哈菲尔巴德提的伊斯兰密，简称在伊斯兰功课中的重要性。 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作为一个穆斯林，都知道做功课的时候要虔诚，所以虔诚这个字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大的地位。由于虔诚的重要性，穆斯林学者们常常的引用这段圣训 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إنما الأعمال بالنيات وإنما لكل امرئ ما نوى 我们圣人阿里斯兰说所有善功的报偿唯凭着虔诚的举意一个人有什么举意便有什么收获我们大家都知道虔诚 是安拉苏巴哈纳和塔拉接受人们功课的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办功课的时候疏忽了对功课的虔诚，或者说在功课中没有虔诚，
那么他的功课是不被安拉接受的。所以我们大家无论是一个学者，无论是一个阿訇，无论是一个办功课的人和一个礼拜人，那么都应该明白什么是虔诚，应该明白虔诚在功课中的重要性。那么虔诚是什么意思呢？伊斯兰的学者对于虔诚有很多的定义。安伊赫拉苏，那么是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教亲都知道的。安伊赫拉苏虔诚，阿拉伯语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虔诚就是纯洁，即是说没有人和污染，没有人和杂质的东西。安伊赫拉苏也称作认真，即是按照最完美的方式完成工作，一丝不苟，毫无欺骗。虔诚的另外的一个意思也叫忠诚，即是从内心中涌现出的真诚的感情，目的专一，没有丝毫的杂念。虔诚也是顺从，即真诚地顺服安拉，完全地恭顺，与顾名刁义相反。那么这是他的语言的含义。伊斯兰的学者对这个字的虔诚的定义是什么呢？伊玛目古谢里拉哈马哈拉胡这样说，说虔诚就是完全地认拜安拉，功课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近安拉，没有丝毫的作假的行为，也不是为了博得他人的赞扬与表扬。艾布阿里达奥伊给这样说，说虔诚就是为了崇拜安拉，取代安拉的喜悦，干二干善功，不因为世人们的言论而动摇内心中的虔诚，克制心中的欲望，远离各种不良的指示，端正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言语，这是虔诚。那么这就是说学者们和阿拉伯语对虔诚的定义。我们从语言的方面可以了解到，虔诚就是纯粹，除去杂质，没有丝毫的掺杂的行为。学者们告诉我们说，虔诚就是认真的、端正的、心灵纯洁的、没有丝毫其他目的的崇拜安拉。虔诚就是以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灵，以表面的和内心的忠诚、忠心的崇拜安拉。做功课、做善事，不混杂其他的目的，不沽名钓誉，使自己全部的生活变成为对于安拉的崇拜，正像安拉苏巴罕的和塔拉在古兰经中对于圣人所说的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قل إن صلاتي ونسكي ومحياي ومماتي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安拉苏巴罕的和塔拉对于穆圣说，你说我的拜功、我的献身、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为了安拉，众世界的话语主。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通过虔诚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变成为对于真主的崇拜。我们知道了虔诚的定义，那么虔诚在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什么呢？第一，虔诚是安拉的命令，安拉命令仆人首要的功课之一就是虔诚。安拉在古兰经中多次的命令我们圣人说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قل إني أمرت أن أعبد الله مخلصا له الدين وأمرت أن أكون أول المسلمين。 安拉命令圣人说，你说我受命于虔诚的崇拜安拉，我受命于
成为首先顺从安拉的人。安拉苏哈纳胡塔阿拉还在古兰经中这样说：阿拉里拉希迪努勒哈里苏，真的一切虔诚的宗教违归于安拉。安拉苏哈纳胡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还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无米如伊拉里亚伯多拉哈穆赫里苏纳勒胡迪纳胡纳范，他们受命的只是虔诚宗教的崇拜安拉，崇奉正教。那么第一点就是虔诚是安拉的命令，第二虔诚是功课受尊称的条件。每一个做功课的穆斯林都希望自己的功课得到安拉的尊称，都希望自己的功课得到安拉的回赐，得到粮食的报赏。那么我们的功课能否得到安拉的准称呢？我们会不会得到粮食的激庆与幸福呢？那么关键的因素就是虔诚。安拉苏哈纳胡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我卡迪姆纳伊拉马阿米林法吉阿尔纳胡哈巴安曼夫拉。安拉说：我将要清算他们的工作，然后我使他成为分散的尘土。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功课之中如果失去了虔诚，如果功课中没有虔诚，那么你的功课是得不到安拉的准称的。我们甚至阿里·斯兰姆也这样告诉我们说：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لا يقبل الله من العمل إلا ما كان خالصا وابتغي به وجهه。甚至说，除过虔诚的功课之外，安拉不接受仆人的人和行为。那么，古兰经和圣训已经告诉了我们，如果功课中失去了虔诚，那么功课将会变成分散的尘土。第三个方面，虔诚是今世生活幸福的保证。虔诚这个事，一般来说我们穆斯林的理解是在我们的功课方面，与我们的社会事务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则不然，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功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今世的幸福不仅仅是与他的财富和地位有关，而且与他的行为和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不端的行为、不正的心术剥夺了他内心幸福的感觉，而且是他永远得不到这种幸福的真谛。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心灵的安宁，那么必须拥有虔诚的心灵、虔诚的功课。因为虔诚的功课将会约束他的行为，会端正他的思想，净化他的心灵，升华他的信仰，提高他的道德。当他虔诚功课时，他会成为心灵美、言语美、行为美、功课美的一个很合格的优秀的穆斯林。没有虔诚的人，失去虔诚的人，拥有了金钱时不会幸福，没有金钱时也不可能幸福。因为他们为了追求金钱，为了追求现世的利益和享受，可能会不择手段，可能会不考虑事情的合法与非法，也不会考虑事情对于我是否有伤害，对于大众是否有伤害。那么当他为了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的利益的时候，很可能见利忘义，很可能忘掉一切。那么当他忘掉了安拉的教诲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自己获得的财富而狂欢，而高兴，而寻欢作乐。
然而当安拉的刑罚降临的时候，他们又变成是沮丧的。安拉苏巴罕的和我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忘记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诲的时候，我给他们打开所有的复利之门。当他们因为自己所获得的而狂欢的时候，我突然惩罚了他们，他们变成是沮丧的。所以忘记崇拜安拉的人，失去功课虔诚的人，追求金钱与私欲的人，当他们因为通过非法的手段的金钱的时候，他们在狂欢的时候，安拉的刑罚会降临于他们。只有当功课虔诚的时候，他会因为安拉苏巴罕的和他俩而办功课，会约束他的心灵，会端正他的逆眼，会端正他的行为，于是他成为行为美好的穆斯林。他不但利于自己，利于家庭，而且也利于社会。第四个方面，虔诚可以使人们的罪过得到饶恕，使人们的忏悔得到准称。我们是一个凡人，我们都可能会犯罪，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犯罪，每一个人都在向安拉上做祷告，都希望自己的祷告能够得到安拉的准称，都希望自己的罪过得到安拉的饶恕。我们的罪过能否得到安拉的饶恕？我们的忏悔能否得到安拉的准称？这就看我们内心的虔诚。安拉苏巴罕的和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إِلَّا الَّذِينَ تَابُوا وَأَصْلَحُوا وَاعْتَصَمُوا بِاللَّهِ وَأَخْلَصُوا دِينَهُمْ لِلَّهِ فَأُولَئِكَ مَعَ الْمُؤْمِنِينَ。 安拉说，悔过自新，改正错误，坚信安拉，虔诚教门的人，这等人与信士们在一起，安拉将以重大的报赏赏赐信士们。古兰经明确地指出了，当人们虔诚悔罪时，安拉准称他的祷告，饶恕他的罪过，并且给予他大的报赏。在圣训之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圣训，一个人杀死了100个人，然后他向学者询问能否有做逃避的机会，学者告诉他，谁能够阻止他与安拉之间的关系呢？谁能够阻止他虔诚地向安拉上悔罪做逃避呢？于是他很虔诚地向安拉悔罪，他离开了干罪的地面，去向往善良的地面。然而在他行走的途中，真主的口唤到了，他复命归真。在这个时候，安拉苏巴罕和他俩饶恕了他的罪过，虽然他罪恶累累，虽然他还没有做什么善功，然而安拉知道他虔诚的举意，安拉知道他坚定的信仰，安拉知道他已经决心悔改，永不再犯。那么虔诚是最大恶极的人能够得到饶恕。如果失去了虔诚，你微小的罪过也很难得到安拉的饶恕。第五个方面，在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安拉的援助，使困难变成容易的，可以脱离灾难与患难。每一个穆斯林都可能会遇到某种考验，那么在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否向安拉虔诚地做祷告，虔诚地祈求安拉的佑助了？我们都可能遇到灾难的时候，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亚的圣训中曾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有3个人在行走的途中遇到了大雨，于是他们躲避到山洞之中，
由于雨水的冲刷，身体滑坡，使他把他们淹埋在山洞之中。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他们。于是，他们捧起他们的两手，向安拉上祈求，以他们以前虔诚的功课祈求安拉的援助。安拉使他们离开了山洞。那么我们就知道，虔诚可以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得到真主的援助，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某一种考验和灾难。那么我们是否也抬起我们的两手向安拉上祈求？我们是否虔诚地抬起我们的两手向安拉上悔罪，祈求安拉援助我们，祈求安拉使我们的困难化解，使困难变成容易的。第六个方面，虔诚的人能够得到安拉的保护，避免恶魔的唆使和伤害。人类的始祖，人类的犯罪，都与恶魔伊布利斯的唆使与诱惑有关。人族阿丹阿莱伊斯兰，他违反了安拉的命令，被驱逐出天堂，那么也是因为恶魔的诱惑。作为我们安拉的一般的仆人，我们都可能会犯罪。那么犯罪很多的原因都归之于受恶魔的唆使，受恶魔的诱惑。那么一个人虔诚的时候，就会得到安拉的保护，避免恶魔的伤害，避免恶魔的唆使。安拉苏哈纳和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قال ربي بما أغويتني لا أزينّهم في الأرض ولا أغوينّهم أجمعين إلا عبادك منهم المخلصين。恶魔说：话语我的主啊，以你使我迷雾发誓，我必定在大地上诱惑他们，我必定使他们全体的迷雾，除非他们中虔诚的仆人。恶魔不遗余力地伤害人们，恶魔不遗余力地诱惑人们，打搅人们的功课，雕强人们的信仰，使人们都步入迷途，最终变成是恶魔的一类，或者变成是人中的恶魔。那么以至于恶魔达到他的目的，因了而把带开民的和穆赫里碎呢，除过他们中你虔诚的仆人。那么因为安拉而虔诚的人，恶魔对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是没有办法的。在另外的一段古兰经中，安拉还向我们叙述说，恶魔说：一，你使我迷雾发誓，我必定为了阻止他们而坐在你的正道之上，我从他们的前边、他们的后边、他们的右边、他们的左边来诱惑他们。你发现他们中的多数都是不感谢的，除过他们之中你虔诚的仆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知道，恶魔在唆使人们干罪的时候，恶魔在搅扰人们功课的时候，恶魔在破坏人们信仰的时候，恶魔在使人们迷雾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从一个方面，他从前边、从后边、从左边、从右边，让人们都不崇拜安拉。那么我们想一想，恶魔对人们的阻止是多么大的。然而伊布利斯再一次的承认，除过安拉的虔诚的仆人，他没有办法来唆使他们，没有办法来使他们迷雾。因此虔诚可以避免恶魔的伤害。第七个方面，虔诚可以使人们从后世的刑罚上得到脱离。安拉苏巴哈纳和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这样说：复生日你们确实要承受世人痛苦的刑罚的，
你们必定要遭到你们原来行为的报应，除过安拉虔诚的仆人。经主学家们指出，安拉虔诚的仆人则例外，这一话的意思就是他们将避免世人痛苦的刑罚，将不遭受俯生日严厉的清算，即使是他们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缺点，因为安拉已经宽恕了他们。第八个方面，虔诚可以使任何的合法的社会功课、社会工作变成于对安拉崇拜的功课。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饭、正常的喝水、正常的睡觉，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虔诚的举意，我们吃是为了加强身体的健康，我们喝是为了加强身体的健康，为了更好地崇拜安拉，我们睡觉白天的休息是为了在夜间时合的时候离夜间拜，那么我们的吃饭、我们的喝水、我们的睡觉都会变成是接近安拉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举意是善良的，我们的目的是纯洁的，我们只是为了安拉而做这件事，这都会使我们正常的社会功课转变成为对于安拉的崇拜，安拉会给予我们报偿。因此穆斯林要细心地思考，我自己这样是我的所有的行为都变成是功课，正像古兰经中阿拉命令圣人所说的 قُلْ إِنَّ صَلَاتِي وَنُسُكِي وَمَحْيَايَ وَمَمَاتِي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那么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献身、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为了阿拉，众世界的话语主，也就是说圣人的一生都是在例行对于阿拉的崇拜，生与死都是对于阿拉的崇拜。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实现呢？我们就要学习圣人的圣行，遵循圣人的圣行，在生活中实践圣人的圣行。我们以圣人为我们的榜样，以圣人为我们的典范，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功课、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把我们的劳动、把对生活的操劳变成是一种功课，加重我们在后世秤盘中的重量。因此阿拉苏巴罕的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我来给他看呢，来跟菲尔苏里来以乌斯沃顿哈什呢，你们看呢，一人就来还我要门阿哈，在阿拉的使者之中，对于你们，即是对于希望阿拉、希望后世的人有一个光辉的榜样。因此作为一个穆斯林，作为圣人的问脉中的一员，我们要按照圣人的圣行去做，在生活中实践圣人的圣行，这样我们生活的整个行为都可能变成是对于阿拉的崇拜。虔诚的重要性还很多，如果我们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诵读安拉的经典古兰经，诵读圣人的圣训，我们从伊斯兰的典籍之中去学习、去探讨、去发现、去指导我们的行为、去指导我们的信仰、去规范我们的行为、去提高我们的信仰、净化我们的道德、纯洁我们的心灵，最后使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优秀的穆斯林。主啊，赐命我们虔诚吧。虔诚的层次和分类。虔诚的第一类层次，真正虔诚之人，礼拜虔诚，功课虔诚，复工虔诚，热心地积极地干各种善功，不为名，不为利，心平气和，以正常的心态对待别人的怠慢，以正常的心态对待别人的讽刺、打击和嘲笑，不会减弱他们对教门的虔诚，
不会减弱他们对教门的热爱，不会减弱他们对教门的奉献，因为他们所企图的不是别人的赞扬，不是别人的夸赞，不是别人的掌声，而是祈求安拉的喜悦，他们只是为安拉而做。因此安拉苏巴罕的和塔拉正像古兰经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安拉林拉林迪努拉哈里苏，真的一些虔诚的宗教违归于安拉。第二种境界，常常对于自己虔诚为主所做的功课而害羞，把自己的善功隐藏起来，因为他们认为他对安拉而虔诚做的功课是安拉对于他的慈悯，是安拉对于他的特恩。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对于安拉所做的奉献，自己做的功课与他自己应该做的和可以做的还差得很远，于是他们的内心是恐惧的，他们的内心是害怕的，同时还担心自己的功课不能够得到安拉的准称。因此啊，我们圣人曾经解释过这一段经文，那安拉说他们施舍他们自己所得到的财物，他们心火恐惧，他们是要归向自己的话语主的，这些人都是争先行善的人，而且是最先获得善赏的人。圣人解释这段经文说，这些人就是那些奉旨礼拜的虔诚的办功课的人，他们内心或者恐惧害怕自己的功课得不到安拉的准称。第三个境界，干善功都是为了响应安拉的命令，原理禁止也是因为安拉的命令，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敬畏安拉，这是安拉最忠诚的仆人之一。干教门的事情一丝不苟，干社会的工作从不约规，崇拜安拉严格地按照经典与圣训的指导去做，对于教法规定的细则条规都能够很好的遵循，分清合法与非法的，从不让自己陷入非法的境地之中，保持自己的敏捷，保持教门的清白。正像我们圣人阿里斯兰姆在一段哈迪斯中所告诉我们的，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حلال بين والحرام بين وبينهما شبهات لا يعلمونها كثير من الناس فمن اتقى شبهاتها فقد استبرا عرضه ودينه。 甚至阿里斯兰姆告诉我们说，合法的是明显的，非法的也是明显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谁提防了这些事情，他的教门就清白了，他的名声就清白了。因此我们知道，只要严格的遵循古兰经，遵循圣训，遵守教门中的细则条规，说话时虔诚，有时不说话时也是虔诚的，做事的时候是虔诚的，有时一些事不做也是虔诚的，干是为了安拉，不干也是为了安拉，别人的赞扬更不是企图别人的掌声。那么每一个人在教门方面，在社会方面都有自己的定位，一个人在社会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达到了社会的地位，他有一个定位。不论你是一个阿訇，或是一个学者，或者是说一般的礼拜人，不论你是一个工人，或是一个农民，或是一个大学生，或者说是高级干部，无论你的身份如何，无论你的地位如何，你在安拉那里是一个穆斯林，你是安拉的仆人，是安拉的一个被造物而已。你的地位是根据你在安拉跟前的虔诚和敬畏而论的，
不是根据你在社会中所怀的地位而论的。阿拉苏巴哈努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Inna akramakum 'inda Allahi atqakum， 在阿拉看来，你们中最高贵的是最敬畏阿拉的人。所以，一个人的高贵，一个人的地位，在阿拉那里是以你的虔诚而论的。那么，虔诚的三个境界，不知道我们属于哪一类？我们是属于真心的、完全的、彻底的虔诚的一类吗？或者说，我们是属于时刻害怕、时刻敬畏阿拉的一类？或者是说，我们只要阿拉命令的我就做，只要阿拉禁止的我就不做，其他的什么我都不干的一类呢？如果在这三类人之中，我们没有发现自己，那么我们在下边的四个分类之中看一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类人。第一类人，很虔诚的人，这一类人功课认真，严格地按照古兰经与圣训的指导办理自己的功课，在功课之前有明确的举意，虔诚的心念，一切都是为了安拉，是为了取得安拉的喜悦，无论公开时或暗藏时都是一样的，内心与外表也是一样的。干教们的事尽心尽力，不疏忽大意，当他们施舍时不以此施舍为荣，当他们奉献时不以此奉献为资本，不向别人炫耀，也不企图他人的表扬与夸赞，他们一心牵挂的只是清真寺，牵挂的只是教门。这正是圣训中所提到的，圣人阿里·斯莱姆告诉我们说，复生日有七种人在安拉的庇护的阴影之下，其中就提到了一种人，心时刻牵挂清真寺的人。圣训中还提到，不图名不图利。圣训中说，一个人当他施舍的右手所施舍的左手都不知道，那么右手施舍的东西左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功课隐藏起来，自己只是为了取得阿拉的喜悦。第二类，没有虔诚的人，这一类人也做功课，但是没有虔诚的举意，也不重视功课的对与错，完美与不完美，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做功课，而在于炫耀。他们做功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他们做功课的目的是显得自己有资本，这一种是非常不虔诚的人。阿拉苏巴哈纳和塔阿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لا تحسبن الذين يفرحون بما أتوا ويحبون أن يحمدوا بما لم يفعلوا فلا تحسبنهم بمفازة من عذاب الأليم ولهم عذاب أليم。 Allah 说，你绝对不要认为以他们所做的工作而高兴而得意洋洋的人，他们希望有些人对于自己做过的功课得意洋洋，对于未做过的事情也爱受别人的称赞，你绝不要认为他们将脱离刑罚，他们将遭受痛苦的刑罚。第三类，功课很虔诚，喜欢多做善功，多干好事，而且淡泊尘世的欲望，但是由于缺乏学习、缺乏足够的知识等等的原因，却常常在做教门的时候达不到标准。他们总是想以自己的善功而接近安拉，取得安拉的喜悦，但是对教门的原则却把握不住，又出现了许多的错误。这些人心灵是虔诚的，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错误在什么地方。
很虔诚的感功课，很认真的感功课，总希望用自己的功课接近安拉，但是由于对学习的少，知识的少，对教门理解不到位，对教门的把握不住，于是在行为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错误，然而自己还不知道那么这一类人是应该帮助的，是应该指导的。第四类人，功课的形式也很正确，功课做得很好，但是虔诚度不够，有时有为教门的一方面，也有沽名钓誉的一方面，做功课的时候又希望安拉的报赏，又希望别人的赞扬，总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做了哪一些好事，自己做了哪一些善事。这些人是功与过相混淆的，是缺乏对教门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人应该加倍地学习，应该端正自己的逆业，纯洁自己的心灵，否则他的功课是得不到安拉准称的。所以圣人阿尔辛·斯拉姆还在一段声信中告诉我们说，在教门方面稍微的理解胜过于多的机械性功修。你理解了教门，你理解了教门的内涵，理解了教门的始知精神，胜过于你什么都不知道。安拉苏巴汗的火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的告诉我们说，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بطلوا صدقاتكم بالمن والأذى كالذي ينفق ماله رئاء الناس ولا يؤم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فمثله كمثل صفوان عليه تراب فأصابها وابل فتركه صلدا لا يقدرون على شيء مما كسبوا。阿拉苏巴罕纳塔拉说，归信的人们呢，你们不要以树恩和伤害而坏掉你们的施舍，不要像那些沽名钓誉不信阿拉而费用钱财的那些人，他们的比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磐石，在上面有一些尘土，大遭遇大雨它成为光滑的，他们不能够获得到自己所做功课的人和报上。那么我们在做善功的时候，我们去追求是别人的赞扬，在做善功的时候有丝毫的沽名钓誉，那么善功就像在大磐石上的尘土，那么遭遇大雨将会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可能得到。那大家就要思考一下，古兰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阿拉苏巴罕的火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阿拉告诉我们说，谁企图今世的报偿，今世的生活和他的荣华，我在今世将报偿他们的工作，他们丝毫不受亏枉。那么这些人在后世对于他们的结果只是火炬，他们原来所做的人和功课已经作废。那么你做善功的目的是企图安拉的赞赏，安拉会报偿你。如果你做功课的目的是祈求今世的荣华、今世的名誉和地位，安拉也给你。圣训中曾经提到一件事，有一段穆斯林圣训中提到三种人，说福生之立起来的时候，首先受到清算的是三种人，一种是烈士舍希德，一种是欧莱曼，一种是阿格尼亚。那么烈士他们在今世为主道而奋斗，最终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学着诵读古兰经，那么孜孜不倦整天地诵读古兰经，教授古兰经，为主道而工作。
富有的人、慷慨的人用他们的财富奉献在主道上，他们本应该得到很大的报偿，在安拉里获得到很崇高的地位。然而复生日立起来的时候，对他们清算的时候，安拉就问他们，问了舍希德，你为什么献出了你的生命啊？他说，主啊，你赐给了我生命，那么我为了你的主道，为了保护教门的发展，我参加战斗，以至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安拉说，你说谎了，你效命将长，献出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说，哎，这个人是个英雄，人们已经夸赞过你了，于是被投入火狱之中。另外一种念诵古兰经的人，他们念的声音非常好，教授人们教授的很多，在人们之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安拉把他们的功课的报偿显示给他看一看，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主啊，你赐命给我了这个声音，你赐命给我这种恩惠，我就是为了你的喜悦，整天的诵读古兰经，为追求你的喜悦，我教授给别人。安拉说，你说错了，你诵读古兰经的目的是让别人说你是个咖喱，你是个诵经家，人们已经夸赞你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命令天使把他投入火狱之中。那么第三种人，慷慨施舍的人，安拉把他们复活起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讲座啊？他说，主啊，你赐命给我了钱财，我拥有了很多的财富，我把这些财富用在了凡是你许愿的地方，我都用了，我都施舍了。安拉说，你说错了，你的目的是让别人说你是个行善的人，你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大善人，人们已经说过你了于是命令天使投入到火狱之中。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想功课虔诚，都想很明明白白的崇拜安拉。那么在这个社会之中很多的人都希望成为虔诚之人，他也希望也努力地去做了。一个人很欣赏自己的行为与做法，认为自己的主意是最好的，自己的主张是最正确的，自己的做事最稳重，考虑的最周到，优点最多，于是心中自喜，自我欣赏，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最有远见的人，于是忘记了安拉的大能，忘记了安拉的援助，成功是安拉的相助。所以穆圣让我们穆斯林常常的念诵俩后来我俩顾我的一俩比赖，所以任何的事情都是来自于安拉的相助，人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时刻铭记，一切的相助，一切顺利都是来自于安拉。当人们有了自满的情绪，有了自我欣赏的意识的时候，他就开始轻视了别人，看不起别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采纳别人的观点，于是穆斯林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陌生，一种疏远，一种分裂，最后导致于对教门的伤害，对教门的破坏。所以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安拉不喜欢所有的傲慢自矜的人，甚至阿里斯拉姆也告诉我们说，俩耶的呼噜的见得他们看了非高比黑米斯高了拉拉提米纳了黑白，甚至说心中有像芥子重的傲慢情绪的人不能够进入天堂。所以自矜或者说自我欣赏是人们阻止虔诚的因素之一。第二，沽名钓誉。开始做功课的人并不希望沽名钓誉，很多的人开始的时候都很虔诚都认真，只是由于私欲的作祟，我做这个善事让别人也知道一下，于是当别人知道的时候，别人就夸赞他，他心中就高兴，于是呢就形成了沽名钓誉。
那么沽名钓誉是我们的功德遭到损失。安拉不接受有沽名钓誉的任何功课。第三个方面，追随私欲。由于那人们对于私欲希望得到某一种报偿，或者希望得到某一种赞扬，产生了自己在心中的一种不正确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将使我们的前程得到损失。甚至啊，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安拉说，你看到把自己的海娃作为主宰的人吗？你是他们的监护者吗？你不要认为他们中的多数是能听的，是理解的，其实他们只是想生虚，甚至比生虚更迷雾。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们追随私欲的时候，把私欲当成主宰的时候，那么你的事情就变化了。所以欧麦的伊布尼阿布杜阿兹兹曾经这样说，真理和教门符合他的私欲，和为了私欲而行教门的人都不是行教门的人。也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得符合我的想法啊，符合我自己的考虑，我就做，如果不符合的我就不做。那么你做的时候，即使是你做得很正确，也不是教门，因为你是追随了你的私欲。所以我们在做教门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当我为了教门把我的私欲要放在一边，这样才可能达到虔诚。第一，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而做，做了之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第二，经常祈求安拉使我们的心灵虔诚，消除我们心中的杂念，纯洁我们的心灵。第三，要认清现世的实质，要淡泊尘世的利益。第四，要经常与虔诚的人坐在一起，和他们共同的交谈，读一读前人们为主道无私奉献虔诚功课之人的历史。穆圣说，一个人的教门受朋友的影响，所以让每一个人观看一下他的朋友是什么。第五，不要祈求别人的赞扬，因为别人的赞扬对自己后世功课的报偿没有丝毫的利益。我们祈求阿拉苏巴哈安德和塔拉的饶恕，也希望各位穆斯林弟兄姐妹给予谅解和原谅。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آخر دعوانا أ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